欢迎啊。结婚两年了哈。对。啊？对。有娃没？没有。今天谁要来的？我俩都想来。哦，都想来。来干嘛？我俩认识一年，啊，结婚快两年了。嗯。但是生活中吧，就有许多小矛盾不断。就比如说他，有时候在家吃饭的时候就非常慢。那我吃饭慢怎么的了呀？再说我胃不好，我消化不是那么特别好，所以说我必须得慢点吃啊。我做饭的时候就比较晚，而且那个第二天早上还得上班。嗯，完了每次呢，我吃完饭了呢，我先把我自己的碗洗了，他呢，吃完以后把碗放那儿了，走了。那我让你洗了吗？我也没让你洗啊。那你没让我洗，第二天早上碗还在那儿呢。那我后来我不也洗了吗？我没用你洗啊。再说了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胃疼的时候我让你去给我买药，你怎么不给我买呢？我给你买了，都在家里边药盒里边都放着呢。再说你买那些药根本我吃完了之后我就感觉不舒服，我说让你再出去再给我买一样药，你就不给我买了呀。还有特别能花钱，化妆品基本上就是在桌子上摆一大堆。谁摆一大堆了？再说我每次买化妆品的时候我都是快使完才买的呀。还有，那你要这么说我的话，那你每年情人节怎么不送我花呢？这结婚都快两年了，买花也是可能说年轻人说是买花，但是我这属于那种回去爱过日子，说比如说买花浪费钱的，其实要是买点饭做点菜，搁家里自己在家里过不挺好吗？你们家是不是都你做菜啊？基本上吧。关键是那你每次你应酬的时候，我一打电话催你，你还不愿意。我每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是在领导跟前，每次他一打电话了，正好是我们快吃饭，刚吃饭的时候。刚吃饭的时候我寻思，我跟领导说，我说主厨接个电话，往我出去一趟，告诉他了，我说我那晚点回去，最后第二遍还打，没完没了。那我打我不是关心你吗？就还有就是他跟女同事吃饭的时候啊，不告诉我，他说他回娘家了。我每次给我丈母娘给我老丈人打电话，我说他是回家吃饭去了吗？完了那个我岳父说跟我说没有啊。不是，我就不怕你那再多想嘛，因为我同事男男女女都有，所以说我怕你再多想嘛。